你看看。嗯，来，闪现喊他们，让他们报数。一二三四，都来咪发。他们是确实爱往后跑，哎，为什么呢？谁知道了呢？来一张合影啊，全家福，不是全家福，就是合影吧。啥玩意儿都是那不边。配合，好了，合影抬了。头，老师抬老师头。抬头了，你怎么像闻呢？你属狗啊？咦，你这老大会正着跑了。老二，啊，老二，老二。乖，咱们就没有统一的时候。打起来了。哎呀。能不能统一呀、啊？也不抬头，也不知道老五干啥呢？反正舔啥呢？别舔了，别舔了，都回去吧啊！你玩一会儿吧，这大中午的也不冷。老二，你像只小豹猫，又走了。嗯，一下子就滑，就劈叉。还在上面，上面都好，哟，真聪明。哎呦，呦，这小家伙，你瞅你，你像舔到了个薄荷那种感觉。那只能这样给你们拍一张了。就不能主动拍一个，来了，你看这走多快嗯。啊！你奔产房来的？你让他们在外面玩惯了，在这小产房他就待不住了。小产房本来也待不住几天了，玩上了。哼。好不好啊？这个地方，嘿，看他萌的，你看那个小老二的小萌萌的小脸儿。看你们也是玩的也不嗨了，咋不嗨？哎呦呦呦呦，还晃脑袋。小呦呦呦呦呦，那个又走。孤独求败似的，哎呀，自己走了，你不带个小分队走？叫呢，叫什么？飞上，哎呀，又劈叉了，嗯。太滑了吧你？你是在叫啥？叫谁呢吗？好啦，今天就要到此为止了，嗯，今天的放风到此为止。给你们放进产房了啊！回去喽，哎，哎呀，你瞅看，傻子立马刻立来回，接来了。老五，然后我。大老四，老大老四，嗯，好了，你们出来给我整一身汗，热主要这屋。你又没比赛。光拍照了，现场记者不好我当是啊。筹委会的嘛，组委会的，哎，组织这项比赛也挺劳心费神的。你这两个吵打起来了，吃啊打呀。好了，玩吧。休息吧。